等一下是要拍我爱叫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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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今天我是来享受贵妇等级的。为什么要偷笑？今天来享受贵妇等级的包膜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咖啡店呢。对面的是小豪，包膜。哎，今天他邀请我们来这边享受贵妇等级的，一直徘徊在一个贵妇等级状态这样。主要是以前大家客人来包膜嘛，那来包膜的话都是需要等待，所以这次会特别针对这个休息空间，会再另外做一个打造。我觉得很棒，而且应该是我待过，就是以前有包膜过其他的店，没有像这样，太爽了。那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这边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吗？它的特色是什么？这边的话，一般来讲呢，我们这边主打的是有无尘室，因为台湾业界是首创，对，因为以前在贴保贴的时候，难免还会有些许一些小灰尘，那无尘室的话就可以让灰尘几乎降到快要没有，就很少很少，所以在贴的过程就是可以比较快速，那是为之一。啊，第二的话就是多一个休息室，就你刚刚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，啊，还有一个是欧式按摩椅，这个是天王椅，四手的，所以我等一下可以坐，可以按一下。你常按摩吗？很少，所以按到会哀哀叫吗？比较怕痛，比较怕痛吗？好，对，上次有一个妹妹也是一样按到沿路是哀哀叫，所以等一下是要拍我哀哀叫。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等一下可以来体验看看。对，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，我们的全包会有一个老客户或消费给我们看，他会有一个新的体验。那这个新的体验，我们等一下来说。所以是要给我一个 surprise。对对对，这是可以的。好哦，可以哦。哎，我刚刚还有看到，就是因为你们这边有可以点饮料，这个部分是。是免费招待啊，每个人都会有一杯，想上来的话，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随他喝啊，都可以啊。想喝多少就喝多少，有点浮夸哎。这没差，这没关系啊。你要不要先试一下按摩椅，还蛮厉害的。哦，好啊，走吧。东京热啊，就有一堆人在，有人说要拍什么东京热，莫名其妙。开案了，看看这个可以吗？力道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要再调吗？不用，我觉得很可以了。会不会痛？有点爽。有点爽啊。这可以这样，你看手，这可以，手可以放进去。放进去，手会震动。对，它会充气，你的手掌可以去按到。所以客人是在这边等保姆玩。可以等。基本上也可以去外面绕，都可以看客人。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比在外面爽哎。啊，对啊。好浮夸哦，去哪里包膜可以有这种享受？基本上我们这边就是板桥店有跟台中店，我们这个有开两间。所以我们待会可以进去里面看一下状况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换衣服哦。就是。最美丽的地方全部都要遮掉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还是不要。不要，可以体验。我等一下来准，再准备帮你准备衣服。这是什么？椅背调整，包个手机壳，然后在这里按摩，睡一觉，超爽的，舒服感一百。我可以下来了吧？回来，不是啊，不会啊，不会调。像这个是无尘室，就像你刚刚有跟我讲过，这个你熟？对啊。进去要吹干净。对，要先吹。然后下一步怎样？然后吹完之后就要湿湿的。湿的，湿湿的不能进去了。这个就传递箱嘛，这手机放进去就隔绝污染用的，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打开，放进去，然后我们盖起来，啊，里面就可以来拿。OK。然后对，因为里面的话是十万级无尘室。所以基本上一透过这样才不会污染到哦。对啊，你今天要试着吹，是不是？试着进去吹一下，很久没吹了。好，我帮你开。通常这个门打开之后，对不对？那个你要吹完那个门才能开哦。哦，好。三二一。我们现在到里面了，然后再看他们贴膜中
我很久没有到无尘室了，突然觉得这个画面有一点怀念。Hello， 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样子包膜一只手机的时间大概要多久？一个小时左右。我看到你们都就是做到手都很干。对对啊，那不就要常常要擦那个护手霜之类的？擦护手霜也可以打光，这样子会油油黏黏的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那手法都很专业。所以就是他们可以在这边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款式。对啊，他可以选啊，然后也可以客制化啊，比如说全家福的照片，然后跟家里的小朋友照片，可以坐在那个背膜上，可以包起来，也可以。这个图好可爱啊，迪士尼的。也有，我看到上面有贴贴纸，是正版的。对对对对，如果不是正版的，我应该现在应该这边蹲的吧。你刚刚有跟我讲说，就是 VIP 有 surprise， 是什么 surprise？ 我们有一个法拉利体验，那这体验就是说，第一是我们老客户，然后第一消费要到一个程度，我还在等待包膜过程当中，我们大概体验一整个法拉利的一个历史，法拉利的内装还有它的机型。那我今天就是对，所以我现在去把车先牵出来，可以哦，很快哦，很快。对，非常。别人不能说快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，我先出，可以，好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现在带你去法拉利体。那你在体验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摸摸它的皮革缝线，它的冷气出风都可以摸摸看，然后它可以讲解一下这些按钮它本身是做什么用的。所以等一下我好奇，我可以随便乱按吗？那个冷气可以，音响可以，其他的不要，这个不要乱按，这就是比较精密的东西就没有乱按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对啊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出发喽。好。那你比较喜欢怎样的模式？速度快一点还是喜欢慢一点？你喜欢慢一点。你已经在车这个车上了，基本上这个你可以跟我讲你要的快慢，我可以帮你处理。你要的加速或者是慢都，我觉得舒服呀。好，我们出发，带你去巡航一下。好啊。那这一台的话是那个法拉利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车款。对，这台车的话半大好大1800万。对，最主要就是说这台呢，针对贵宾，非常贵的贵宾。然后我们现在带你去走一下那个市民大道，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法拉利最经典得很多奖的引擎，后面那个引擎得奖很多年，得奖很多年的引擎。好，准备了，要出发了，对，要加速了。限速70，我们就开70就好哦。你看这边写个7，对，啊，没有，那个是第七档位。你刚有注意到吗？他在他加速的时候会有个呼吸的声音，不像以前那种很大声了。现在已经没什么声浪。他现在的那个声音很有质感。所以这个车现在已经做到就是已经是安静型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比较好，比较斯文。那之前的车很比较高亢，比较大声，那个是。真的是看人喜爱啊，它的设计上真的是设计很漂亮。它所有的那个方向灯都在这里，方向灯，然后这它所有的那个发动啊，什么调整，全部雨刷，全部整合在这里啊。差不多就是这个路线走完，然后就刚好一圈体验完毕，然后膜就包完了。不一定啦，这就是让他体验一下法拉利给他的感觉，因为一般大部分还是没有体验过，大家上车都会录影啊，或者是打打卡，我觉得这也是给他们一个有点像这种留念，帮自己纪念。上吧。5 minutes later， 我等一下拿那个雾面玻璃给你。你摸摸看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婴儿肌肤很滑哎、欸？对不对？那你再摸你自己的，好滑、啊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按你手机，看哦，两个萤幕都关起来，你会发现说反光，这个比较严重。
那这个玻璃的话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所以有像比如说刚刚就问说这是玻璃，对不对？对。我直接试给你看，这个雾面有没有？好，可以看一下啊、哦。借我过一下，小心哦。它在弯曲的时候会效果比较好。这个 OK。真的啊，你要试试看，手小心哦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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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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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它这个是玻璃的，可是我还是要把它弄破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耐哦！哎呦，有力啊！有没有？真的。对啊。等一下，我要帮你换一张，换一张新的。而且这个好处就是说，你只要摔破，半年内可以回来做更换，是250元而已。所以我这里其实已经有蛮多刮痕了。对啊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它的规格。镜头环装在哪里？装在这里的。好可爱啊！没有雾面的，但是我帮你贴的是那个玻璃的亮面，我们就叫它防爆玻璃。所以如果掉下去，掉下去的话就是破它，就是破它，屏幕比较不会破掉。如何？嗯，好多了，恢复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看起来好顺眼哦。有满意吗？满意，比原本漂亮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要给你个礼物送给粉丝，对不对？是给我？没有，你没有差啦。那你要送什么给粉丝？我送的是那个 Apple 的那个 AirPod Pro， 它那个耳机大概是8000块，啊，这么大手笔。对对对，啊、那你有我的吗？那一直执着要，为什么只有粉丝有我没有？我基本上的话，你们影片是播 YouTube 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那只要观众有留言的话，他就可以参加。下面留言，我要抽 AirPods Pro 小豪赞助。AirPods Pro 对。对。就可以抽出一位幸运观众来得到我们的奖品哦。我们定个时间，差不多。我看1月31号好。2021年1月31号公布在我的粉专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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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如果抽出来跟我说对方要拿，我帮你寄给他。好，那影片今天就这边结束了，然后留言抽奖好不好？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